是凤梨哥哥，我是南瓜哥哥，耶，他是悠悠妹。真的，今天好开心哦，又来到桃园万圣城，要跟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，而且大家都是蓄势待发的感觉。对，那我觉得啊，我们在跳舞之前，好像可以先来送大家的礼物哎。好哎，好吧，那等一下悠悠妹，请你帮我们忙哦，你要看看哪边。这边的比较大声，还是这边的比较有精神？加油！好，来比赛。那草莓姐姐现在出第一题。OK， 最简单的，请问刚刚我们哥哥姐姐有自我介绍了，我们是什么家族啊？悠悠家族。好啊，等一下说写一二三的时候，你们要大声把答案说出来，我们要请悠悠妹来听听看哦。好，准备好了，一二三。这边，对，请问谁知道？哇，太可爱了！嘿，我要选到，我选到这边，还有一个蓝色，这是光之美少女，小小光之美少女前面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好，请问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家族吗？悠悠家族。对了，我们大家帮他拍拍手。恭喜恭喜！礼物送给你。你们有收看悠悠 TV 吗？好啊，在悠悠 TV 里面有一个节目叫做悠悠点点迷，哥哥姐姐都会在里面陪你们唱歌跳舞。它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每周四的下午5:30。接下来就来考考看咯，请问谁知道悠悠点点迷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每周四的下午5:30？我来找找看，5:30。你找找看，我跟你说，他们今天打扮都非常有创意耶。我觉得我今天少一个水果，我需要来一个水果，我来吃点水果。我想吃点葡萄。葡萄，葡萄在哪里？在那里。哇，哦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哇，好大串哦！好厉害哦！是秦皇葡萄，很高级耶。我其实我看不到他的脚哎，阿姨做的，阿姨好厉害哦！我们其实180公分，你会不会？你都要自己，你都要爸爸抱着你吗？你有办法自己走了吗？哦，可以哦。哦，那你小心，那你要不要自己站着？我们看看，想站着下来，下来葡萄自己走的，可以让他站起来，可以站起来没关系啊，小心对不对？因为葡萄会卡住。来，我们看葡萄走秀，好可爱哦！走路葡萄，你往前走一走。请问小葡萄，我们的悠悠点点迷是每周一到周四的5:30？5:30，恭喜你答对了！耶，好棒！礼物送给你，好可爱，真的很有创意耶，超厉害！再来，凤梨哥哥换你了。哦，那我们先来唱歌跳舞好不好？好啊，好。我们等一下继续来送礼物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要听到大家的声音，都要很大声才可以，好不好？好。